你好，我叫 Simon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Emily， 你是美国人吗？对啊，你呢？你是哪国人？我也是美国人。现在8:50了，我去上课了。你也上中文课啊？对，我以前不会说中文，可是现在想学了。我没有课本，这是你的课本吗？我们一起看怎么样？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我请你喝东西。太好了。你真漂亮。谢谢。Simon， 你姓什么？我姓林。你多大？我21岁。今天是几月几日？今天是2014年1月9日。他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这是什么？那是。你怎么了？你去哪儿呀？一共多少钱？20块。我们每天这样做，已经6年了。6年前的那场车祸让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们每天跟他说话，可是他还是不记得我们。你是他的妹妹，我是他的女朋友。我和你都是他的家人，我觉得有一天他一定会想起来的。你好，我叫 Simon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昨天没来上课，你可以帮我吗？